今天第一位登台的孩子非常淡定，希望他能给老师们带来好心情。姚文卓今年10岁了，来自黑龙江省大兴安岭那个机关的位置。这是中国新生代舞台上迎来的来自最北边城市的孩子。王瑞卓，希望你能从机关一直到机肚子，这么远的距离能表现得一如既往的好，加油。王瑞卓，你是王瑞卓是不是？传话姨。我不是年年春天，我是一年四季都在这里，我都在等你们。你的亲友团在哪里？在这里啊。爸爸妈妈走，我们过去，曼姐在那边等。欢迎，你好，王瑞卓。你好，曼姐。你好，很高兴跟你见面。我也很高兴。哇，你刚刚在后面好像很多人帮你加油，对不对？对啊。交到很多朋友了吗？嗯。哦，那你们要继续保持联络哦。我们都有电话号。都有电话号，太好了。那有时候呢，你也可以到曼姐学院来啊，因为曼姐学院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人，很好玩的孩子都在那边等你。你今天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有没有信心呢？有啊。挑选什么歌曲呢？我要唱带我到山顶。哦，那你有把握让大家听得都很感动吗？有没有把握？有把握。有把握，好，要抱持这样对自己的自信，好好快乐的上去唱歌，好不好？好。来笑一下，笑一下，笑开一点。哈哈。哎，太好了，出发啦！谢谢。王瑞卓，加油了啊！加油！好，感谢。哎呦，来出发。大家好，评委老师好。哎呀，逗哎！
小魔女。好享受的一刻啊，好棒哦，王瑞卓。哇，大家听得到好感动哦，好有画面哦。他一定是住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跟老师讲，你从哪里来的？我从黑龙江省大山里来的。好远的地方。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要不然你怎么会像一个小精灵一样唱歌会？对不起，真的没有。我跟你讲，这把我逗笑了。但是之前我，他不是因为开心，也不是因为悲伤，但是眼睛里面会有水。我像一下被冷风吹到一样，然后就开始麻掉了，然后唱到后来，我有点像我想上卫生间，因为已经麻得太麻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很挺神奇的事情，很神奇，很神奇。不是要夸你唱得好那么简单。对，我也在组织我的语言，怎么去跟更多的小朋友去表达你在台上那种自然。那种表达完全不属于小朋友的经验和让我们可以理解的，你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处理和表达，而且这种表达从某些方面来讲是恰到好处的。谁教你的？就是谁教你音乐，谁教你表演？没人教过我。哇，他更是精灵了。没人教过。虽然我最后推上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我想让引起你的注意，我围在下面一直这样。我看到了。看到了，你看。对，我也是。因为你唱得太好了，你知道吗？其实，我相信。为什么没有过来？你是想不想带我到时候带我？你别再为难我了。这位老师可以跟瑞卓一起唱歌啊！一定啊，跟你唱歌会是荣幸的，真的。其实我倒想想听听看，你有没有准备其他的歌曲？对，我也想来听。我有准备，但是吗？啊？对不起，真的没准备跟你。哦。钟伟老师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再让我们大家再欣赏一下你唱其他歌的感觉，再唱一首。跟梁三位中的一位老师。可以啊，你选合唱吗？对，梁老师。哎呀，跟我唱吗？开心了，开心死了。瑞卓，你想唱什么歌？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啊。这个我先送给你，我觉得好配、啊、小裙子好般配啊。对，好，那你们唱吧，我们听一下，欣赏一下啊。喧嚣的舞池，杂沓的人生，我容易憔悴在梦里。繁华中我是陷落的城市，人们拒绝我哭泣。今夜无人的角落，寂寞让我如此美丽。黑夜的星辰也灿烂的有一些些的顺序。咱们副歌。今夜的寂寞需要人打搅我的悲喜，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探望我的委屈。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打搅你的委屈。今夜的寂寞需要人擦完我的委屈。哇，非常非常非常棒。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结果已经特别明了了吗？没有了。好，等着。很激烈，哇哦，三位老师都想要瑞卓，瑞卓你要好好的决定一下哦。瑞卓，我最后还想借你跟所有更多的小朋友们一些话。新鲜不代表奇怪，然后另类也不代表是一种
大家不可以接受的一种美的感觉。这算拉票吗？啊，可以，还可以拉票吗？不是不是，我想说两句啊。我觉得你的乐感是一种天生的。你学乐器吗？我学钢琴。那你这么说的话太好了。稍加什么意思啊？稍加什么意思啊？嗯，就是学习就可以开始写歌了。我们两个人花一个暑假时间，我就可以帮你，你可以写出很多作品来，不骗你。我们俩一起来写歌好不好？好有诱惑。我这样吧，我这样说，我也没学过钢琴，我也没学过吉他，但是呢，我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然后自学。我们俩的性质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合适，对不对？看他们俩人好好玩哦。你是不是也特别想加入进来？你如果加入我们班，我就把我们郭子和的一个拿出来。你会很伤了，伤郭子和的。反正他不会解进去，没关系。宗伟，你先退下。前观众宗伟老师，拜拜。你要先对不起哪位老师呢？谢谢，并且对不起他呢。对不起，哇，我真是被闪的要了我！我一觉得我一直胜券在握的，怎么会是我第一就对不起了呢？深受打击，我站不起来了。站好，站好，因为突然会往后退的话，你会掉下来。再见，不管世界多少诱惑，你有你选择。Yeah, yeah, oh, 我怎么觉得雨凡你是在吓唬人家呢？对，按照自我的选择，我没有吓唬。你唱嗨歌，其实我的表情会唱哎。哎。我好，这样我不看了，我还是不看了。哎，搞不好麦吉最嗨。你放弃的那个。对不起谁？羽泉老师。你是两个。如果是这样子，我麦吉学院就多一个学生了。所有的小朋友，大家都听好，你们要学会说 no， 听到没？要学会拒绝，要坚持自己，真的啊。对不起，对不起，泉老师，海泉。啊。对不起，海泉老师。没关系。我俩当初学一样。好。哇。恭喜班老师。好爽。三个老师选我，第三个老师过来的时候，我差点没哭出来。我会很努力的，跟你在一起，一起玩音乐。谢谢你选择我，谢谢。谢谢。加油！加油！加油！下次见，再见。拜拜。我很受伤啊。我一直觉得我今天是必胜的，伤心是一种来吧，说不出的痛。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得意不行啊，这个人。对啊，三位老师都有责任。对啊，这个小魔女说出来，她太精灵了。王玉卓用歌声打动了老师。在中国新生代的舞台上，四位超人气老师一次次被感动，不仅仅是因为孩子们的歌声，更是为了孩子们享受唱歌的心。